106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暗时正式登场，代表和平的盛会嘛，伫上尾一天来到鹿港交接，现场嘛来了足侪热情的乡亲来迎接盛会来临。馆长甲鹿港的地方人士代表是接了这专文会盛会，并且准备传递到后一个乡镇。这个盛会是为15天进前开始为彰化出发，伫走了全国各地了后，今仔日是来到鹿港。刷来将会经由陕西、新港、河北，一直登到彰化市，为这届全中文展开序幕。彰化县政府筹备了一年，那我们全中运啊，从今天晚上隆重啊登场。那15天前呢，我们圣火从八卦山大火风景区一直出发，全国啊12天已经跑完了，那剩下的3天，我们在彰化县26个乡镇市来啊圣火的传递。那今天最后一天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啊古都我们鹿港小镇。那我们这个圣火啊也会在一直传递到我们最后的一个彰化市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举办了圣火及县民之夜，我们邀请很多的杰出的本县级的演艺人员，像陈雷、还有周云轩，以及911这样的一个团体，来跟我们一起来同乐，来欢迎来自全国15000多名运动的好手以及教练。我们彰化县政府准备好了，选手也准备好了，希望全国的乡亲，还有我们的县民从今天晚上开始跟明天比赛正式来登场，4月22号到27号，各个运动的场域都有很多的比赛的项目，大家一起来为选手加油。这届全运会比赛时间是为22号开始到27号，欢迎乡亲做伙来为选手加油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